小朋友就会拿到徽章。想要通过三好福田的各种挑战拿到荣誉徽章，孩子们得要全力以赴。洗开二洗碗、祈祷、投竹筒、救捕难人、吃素、不要吃多多肉肉、发好愿、投竹筒、做运动、不要浪费水、不要浪费电、要关灯。为期一个月的活动，改变的不只是学生，还有在旁陪伴的家长。我就跟爸爸妈妈讲，要吃素，不要伤害小动物，不然小动物会很伤心，他找不到爸爸妈妈。妈妈就讲就可以吃素，我就跟他讲，如果人类把我们的妈妈抓掉了，我们会很伤心。所以小动物也是一样，所以妈妈就决定了叫爸爸煮素素给我们吃。在吉打慈济幼儿园，不小看自己的力量。我要成为吃素的萤火虫，我要成为吃素的黑警官。义卖大爱农场的蔬菜，要捐助乌克兰难民，也把想法化为具体，想要改变地球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我吃了十五餐的素食，可以救一棵树。结业式上，人人投竹筒，发好愿，更有决心要持续例行三好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